皇帝詹姆斯对于大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。他被认为是 NBA 有史以来最为全能的球员之一。他在篮球事业上取得了很多荣誉，但在他的成功背后却付出了旁人不知道的艰辛。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詹姆斯的两只脚，脚趾除了大拇指稍好一点外已经全部变形。科比可以说是继乔丹之后 NBA 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球员，身体素质突出，球技精湛的他任何一场的比赛中都能带给大家惊喜。我们看到图中科比的手指伤痕累累，没有一处是完好无缺的。凌晨四点半的洛杉矶绝对不只是个传说，正就是我国的足球运动员。虽说我们的国足受尽吐槽，但是正直的球技与肌肉在国足中是佼佼者了。图中他掀起背心可以很清晰看到非常明显的肌肉线条，臂膀看起来也十分有力量。姚明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，为我国争得了许多荣誉。同时这些成绩的背后，他更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他曾在膝盖、脚踝、脚跟等众多部位一共植入了500多克的钢钉，简直不敢想象。大家看完他们在光鲜的背后所付出的汗水之后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小编在这里等你哟。